差不多吧，就先放这儿吧。哇！坐，我不坐，不坐，没有。刚才小朋友过来要找你们，等一下。朋友们，把手里边的这盘做完了就行了，然后过来，这个有新的任务啊。啥指示，博哥？就是给你们省省劲儿，你知道，找他班的过来帮我们干干活。对。就把它放这儿行了。走吧。你看，这个我们的少年们过来热情的邀请大家，说大家哪还需要看这些视频资料来了解这个节目，就是邀请大家一块儿去劳动一下呀。加油！椅子已经搬好了，辛苦老板们。种地吧，老板。群众的力量，还是博哥有办法啊！那面也可以放凳子，那面也可以坐。真的是我们这个传统，依靠群众，这个是永远是没错的，你知道。我要给他拍一下，我们都在干活。这整的像不像样了，哥？哇，好爽，这个风。哎，真快，还挺有成就感，壮观哈。真壮观啊。壮观吗？但我感受到的只有满满的压力。在那慢死亡。什么？要再买什么？你这样。博哥，有没有兴趣买我们的笋王？买你们的笋王？15斤哦，很长很大。15斤？哇，你这守着这帮老板说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他们会打起来的。要不来个拍卖呗？也行，其实孩子，你已经够损的了，其实就不用再损了。你那颗大的可以让大家拍卖一下，对，因为真的挖了很久，那个笋王，对，小童亲就一点点挖出来，这都挖到这儿了，对，笋王来了，博哥帮我们推销一下呗。哇，这个这么长啊，这个厉害，哥靠你帮我们拍卖出去，因为我负债真的，啊，很显然你只是这根笋想平了债，这可能性不是太大。那，我觉得你要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话术，你知道吧？这么好的东西跟你们付了多少债没有多大关系，这么好的东西这是能够拿出来，平时也买不到，你这是不是啊？这个现在做腌笃鲜，这个是真好吃啊，现在哦，真是多少钱一斤啊？完全是看大家拍卖嘛，100块钱起拍嘛，整条100块钱，15斤，100块钱15斤，六块多一斤。说真不会卖，这都已经提示给你一斤了，你这还来，我要了，100块钱一次，加一百，200块，拍到就是面子就到位了，这一下子，220，250，250谁都不加了，这家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好，三百三。330，哎呀，350，350，360，390，490，自己玩的挺热闹，你知道吧？你账390，三三不断，九九长久，你就390了。那490也行。这样吧，别叨叨了，600。哇！就要顺，你看我为了让你们那666单顺。
六六六六。这个老板真的，这个是不是你们说了算？对对对对，说了算就这样，就要六六就行了，不要再不好了。六六六，对不对？对。六六六 ，OK。好，成交，恭喜。好了，把第二条笋再拿过来了。辛苦童哥，来，来，估计差不多了，真快，快了，挺快的嘛。你小心一点，那片特别滑。不多了，快收了。还有多少？应该够了，没多少盘了。哇，没想到还真就都弄完了，哇，天哪！果然人多力量大，突飞猛进这进度。早想着应该中午前就把老板请过来。西哥，辛苦了。这没铺满呀，还差一点儿。那边没了。没，那边都结束了。啊，没菜了。啥菜都没有了？没了。好，种植主要收工了。终于结束了。兄弟们，今天是特别日子，我们迎着夕阳，这水培项目种植组做完了，我们主要特别要感谢一下。一恒藏起来的帮助，真的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童，小童其实他一直在很帮助我们，就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啊，添了很多麻烦，而且我们都是成千上万的活，但大家都一起攻克了。说啥呢？很感动。说啥呢？说完了吗？都小问题。很感动，很感谢大家，兄弟们，来吧，一起加个油吧。来，种植组收工了。哎，那我先去准备准备，我把那个鲅鱼我先给弄上吧。好，我那鲅鱼晚上不是烧烤吗？对，烧烤都是串儿，你们这有是吧？鲅鱼的串儿都有哈。那行，那我就做个鲅鱼，然后有馒头愿意吃个馒头，吃个馒头没问题。哎，怎么着，开始干活了？对。我的个天哪，这么大啊！哇哇，这得抓紧弄，不然都坏了。这眼珠子还挺亮的了，还算是、这一看就活的。要不先中间剁一半，然后对，只能一半一半。就在这儿吧，小心手啊。先给它剁了吧。哦呦，哇！这大鱼标，这大鱼肉，我天！哇、哦，这个鱼，哇、哦，这鱼肉这么厚啊，这肉。像一整个烤了，抱着吃。这内脏也没多少啊。对。你歇会儿，我来。你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没事，来，行，那你把这后切一下，给我把这儿弄了。分开做，只能一锅炖不下来，炖不下来。那这锅炸吗？这炸有点厚吧？也能炸透，应该。哇，这大肉，我天！对，洗好了。乔治哥。要不要一块喂羊去？好啊，走，看看我们的羊。走吧，在哪里啊？在那边，走。那些小羊都是我们接生的。这都你们接生的？对。你那个羊腿怎么了？那个被骨折了，被别的大羊吃了。接回去，然后让它长着去。哪个腿来着？这个吧，左后腿是吧？歇会儿，我摸一摸，看哪里断了。哦，是，你看这两个腿比一下，你看。是吧，就这块儿，然后给它缠紧，腿后面的得给它弄直，对，尤其是腿后面。你这样，给它平铺开。这个打卷就行。
那能长回来吗？